放哪里去了？放哪里去了？有险有暗。你知道吗？你在哪？哇！胖师傅，就是观察一下这个色泽啊，这个长相啊，还有这个色泽啊，就是如果能更好的见到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啊，是否跟你符合卫生标准？当我准备的话，应该能是